穿的多。哎，别还不给上面，不给上面，等一下。让我看。好，好。我说刚刚他很可怜，他装那个脸很可怜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还好吧，他不理我，我想说 他是不是真的很难过，欸，你还好吧，他突然这样他就突然喝一口水，然后这样就吐在我手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他啊啊啊啊没水了，他们是小鱼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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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在掰啊，反正我看你有掰，为什么要光顾他吃不胖想不光吃不胖想不光吃好可爱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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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呦呦，感想就这一个开放现在的感觉哦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湿湿要喂喂喂，真的很湿，对对对，他比较可怜啊，因为他对啊，从早上工作到晚上，对啊，他真的蛮敬业的。